哎，大家好，我是迷之声，欢迎来到 Golden Quest 高电战记的第二期啊！但是第一期之后在动态里面说了，存档清空了，而且甚至连他的这个序章的片头都改掉了，已经不是我之前说的很菜的样子。Many moons ago, Varendia was once a sprawling mass of land with bountiful resources.Inhabited by both Vanai and Man. 那么我是 Vanai 还是什么 ？Vanai, relentless and greedy in their quest for knowledge, drew upon these resources to experiment with powers far beyond their understanding. Angered by their arrogance, the gods banished them and shattered Vrendia into pieces. 啊，不再叫隐藏大地了。With a different curse.Vanai faded from history, and man was left to inherit the punishment. Centuries of chaos and fright. 啊，接下来似乎就有点类似了，但是增加了很多的音效，对吧？好的，总而言之呢，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啊听一听，体验一下。从头开始的话，来。我们需要重开一局，但是呢主角不能变，对吧？可能之后遇到的这个恶徒啊，可以先机，没错。我们待会儿来看一下，我决定啊，那个硬核模式，然后困难是多少，对，以及他现在有一个文本还没写上去的，因为他们今天首发的第一天好像已经更新了游戏三四次了。是说呢，你选这个的话呢，同时也会让这个物品稀有度增加。这会死人哦，这会死的哦，没问题吗？过于硬核，因为据说一开始难度确实是偏低的。不要教程就死就行了。白灵，没错。好。为什么中文啊、刚刚没有载入。发出一次行动。加一次激动，好吧，可以吧？那我现在只有这个了，它是现在还是教程，不用慌。好，突清就是那个 lurch 猎切，对吧？好，伴我左右 ，OK， 触发牌，什么啊？你看，这是我之前说的行和列嘛，他们，我之前去跟他们说了，你这个英文里面用 row 这个来表示横排还是竖排都有可能误会的，于是他们就在这里加了一个教程。但是很明显呢，这边 row 还是翻成了排，这个 lane 呢翻成了路径，这个路径就不是很好听。好，看看这个司机攻击铜牌，不过这样一来至少解释清楚了，所以呢我们要站在旁边，对吧？然后现在要观察吗？其实也不用吧，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先打这个再打这个吧，不过差不多，免得触发不了。好，然后不让我打吗？啊，不，这是抽牌，如果是攻击牌的话可以获得行动点，对吧？所以你看，轻松解决。好，那么我呢就自己再去打一打这个最开始的机关啊，差不多到相同进度的时候，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不顺利我就重开一个普通难度了，对吧？好啊，罗德里克队长。好，看来这个汉化的质量还是蛮不错的，尤其是对话的话，一般来说对话会比较流畅，然后像之前说的那种啊，关键词一个两个的词可能会有点问题。好，我们来看一看啊，工会大厅、卢修斯教室、随机啊，皮埃尔，这默认好像真的是这样的吗？来，随机看看是不是还是不，要不就真的不啊？怎么还是啊？啊，难不成是假随机？不是吧？好的，那我就想试试看，如果在这里干掉土匪老大的话会怎么样啊？好吧，那
这总不至于失败吧，对不对？我把那招什么来着？刚刚抽到的瘟疫给弄掉都行，必然成功，除非一，对吧？好，哎，哦，还是要打的，好吧？这也差不多，但是你要干 BOSS 的话，需要有额外的这一个，对吧？而且因为它单回合只能行动一次，那个头目打起来反而轻松吧？你看这边居然都七伤呢，也有可能是因为我选了高难度，之后那个头目就会更难打了。哎呀，被抢了击杀，三级了。好，我们来看一眼这个升级之后，我想升的是什么？精进还是狡诈？狡诈好了，来试试看嘛，对不对？扔飞刀零费，被动。每次击中增加流血哦，这个不对，流血是每次只损一点血，这个太那啥了。那果然还是这个吗？好吧，感觉有点亏了。初始的牌组总是这样。好的，那我们再跳过一会儿。哦，这个就是之前提到过的还没做好的声望。嗯，好的，大家。困难难度真的很难啊！大家看，这个才只有两级，而我这边的角色呢，其实都已经到达了四级、五级了啊！但是啊，打这个还是很艰难。我给大家看一眼这个致命遭遇，对吧？你看，他们一个个的都有各种各样的属性啊，伤害贼高，尤其是这一个精英怪，加了一大堆东西，这个没办法啦。那也只能硬打试试看了，对吧？嗯，他要用烈焰之握，然后这边的话主要是伤害高。嗯，我现在在最上面一排，这里有四个路径，对吧？所以呢，我主角还打不到下面的两个人，而且这个潜入阴影呢，也不能在最后一张牌了。好的，多触发了一次。这边的话，加个一伤，争取先把上面的这个给弄死。防御先加好，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完全防御的，对吧？这边的话呢，争取把上面这个先杀了。这个也是增伤的，对吧？但是这回合的话，为了造成伤害，能不能？哦，两张魔法飞弹，那就有机会了。好，可以，虽然有一点溢出，看还中毒和寒冷，再击退回去。敌人是在回合开始的时候移动，因为他们只有一次行动机会嘛。好的，隐藏刀刃，但是我现在还打不中嘛，只能打这战场上的两个箱子。啥？居然四级攻击也可以打箱子的吗？好吧。嗯，可惜，因为行动点的关系，我这个潜行攻击啊是打不到他们了。好的，所有人都吃到状态了，主要是这种一叠加起来的话就更惨，所以争取先杀了。观察，增个伤，戳刺本身造不成这么多伤害，主要是其他的牌也用不上。好，然后。这边再戳刺的话会有荆棘，所以我先留着。弹伤用不上，这边好，打不中对吧？我这边他也打不中我吧？对，所以可以打香。防御的话不需要了，因为这回合他不会攻击了。那我就冲个能，然后他愤怒了之后，下一回合要主动走到攻击范围内。不然他也打不中我，对吧？不过这样一来的话，我要走过来才行啊。和老爷子换一下吧。好，挥刀两下，然后用戳刺。对，
叠起来这个伤害。他多少伤害？12伤。跟增伤。好，有机会的。零费不用白不用。12伤的话争取打死。能不能燃烧之物先增伤。好，正好打死。哎呦，真的是很辛苦啊，这还是等级碾压的状态呢。三选一，法术伤害护甲，就是它是加那个防御减伤的吧。啊，这个是魔法飞弹的，那我还是要个戒指吧。这边呢，剑带我没办法用，这个剑隐藏利刃对吧，抽牌的话是不是应该要比，哎，还有两个二选三选一吗？对，两个都是飞刀的话牌库太污染了，把其中一个换成这个吧。哦，大家看这里我打了一个精英怪啊，爆破爆炸僵尸，它有一个不能移动啊，就是它如果要用技能的话呢自己就不能动，所以呢它远程的话就是呕吐一下，近战的话伤害还挺高的，如果打不到你呢它就会召唤僵尸了。而且这音乐还挺带感的吧。我来把它给斩杀了。这边这个是素材，嗯，好的，这边呢再把之前那个大任务给做了，这里先要挑战一下，我把那个电机给去了吧。好的，成功，但是事件中还是不能升级对吧。瓶装闪电没有帕塔利的强，这里呢还是一样要把 boss 战这里的检定给过了，看看这一场战斗如何。两个都是防御对吧，哎，看起来这战倒还是比较轻松，那问题就不大。稍后回来，因为我们卢修斯的等级比较低啊，这里就让你两个击杀吧。好了，我都要升一下技能了，狡诈系的来一个吧，穿透这个整顿，但是耗费太多了吧。被动和触发我主角没有呀，那还是用这个零费吧，他加敏捷的话可以增加防御，主要是有一个向前移动的牌对吧。老爷子的话看看咒法系，这耗费都好多啊。魔剑的话我自己又没有魔剑的牌，当中这个法力灼烧是 X 费吧，而且可以增加智力，那就你了。其实它的稀有度竟然还是最低的，可是却是三张中最好用的一个。这边的话要不要精进一下呢，力量展现可以变成零费，坚守阵地回血增加，强力击的话没有额外效果了，那我觉得还是选一个随机的试试看。跟进已经有了，后踢没伤害，冲力，哦，这个就是被动了。哦，每次造成伤害之后后续攻击都能变强，就是连着打连着强对吧。那我觉得还是来张被动吧，反正我们现在都还没有被动的样子对吧，虽然他的这个敏捷不能让修正增加。好的，那么我们再跳过一下。好的，之前呢都是断断续续录的，大家可以看到他今天又更新了。
之前汇报了一些错误之后，每次都在更新。我现在呢，已经把凯瑟琳加入了队伍，然后呢，随即加了个技能。我们来学个天赋看看。弓箭，体力可使用矛。我现在有矛吗？反正，哦，顺带一提啊，好像改了难度之后，我们升级的点数提升了。上一次录的普通难度的时候，打到这里的时候，其他人都还是4级5级，对吧？这次我已经全员6级多了。这边的话还有2个升级点吗？之前我多拿了一张防守，这其实就不是很好。长矛的话有一个跳斩，但是其实不强啊，哈哈，亏了。以及完成任务之后呢，送了一个技能宝典，我觉得肯定是给我们的主角小混混用嘛，对不对？以及你想看哪一些技能的话，这边点一下其实是都能看到的。没解锁的现在还看不到。然后，无所谓吧。啊，格斗为主，我把这两个给升了，怎么样？向前连锁，这个听起来有点像《暗黑三》里面的那个丢出去的锤子，可以再次延伸。这个要4点，2次闪躲。哦，有闪躲哎。不过必须要引导才行，而且牧师的默认引导呢是只有一格的，没记错的话。不管，试试就哇，稀有度高。刚刚忘了看卡牌的这个边框，对吧？天怒，获得与本场战斗中已恢复生命值同等的暴击，抽3张卡牌。哎。好，只能用一次，但是或许可以。我觉得行。不过我刚刚把那个卢修斯退队之后啊，没有把他身上的装备拿过来，那其实是比较亏的，因为会有一些什么每回合回血啊这种东西，对吧？好，瓶装闪电，它的先机值是最慢的，所以拿瓶装闪电其实未必好。这里有一个什么神射，可以恢复力量。摧毁它的话可以获得更丰厚的奖励，但是难度也提高。老实说，现在这个难度我觉得不行。来看看匪帮威胁这个任务，已经是7级了吗？这边获得5威力，对吧？好，感觉难难度之后。哇，初始手牌很糟，9伤，主要是对方能用的牌变多了，变强了，施加0点寒霜哦，谢谢你，谢谢你。他们都打他的话，防御牌不知道够不够。这个佯攻留着也没用吧，不过反正是保留的吧。我们可以来试试圣洁之锤是什么效果了。正义之击是什么？获得3点引导。3点引导的话，哦，原来它有3点引导的。展露，OK。哦，我选了跳斩的，却没有放在后排，不管了。我们先圣洁一下。对，就是这样。可是我走回来的话就没防御了。可是他本来就没防御，这不妙吧？我这么带过来，他的血太少，也会有问题。你就用这27点血去那个吧，没办法，没办法啦，赶紧回去把卢修斯换回来。我觉得不行，后撤一下，没有好的牌。可恶！主要是这样就没有无伤奖励，对吧？哦，他打不到了，正好。对，因为跑在最后一排了，近战攻击是打不到的。OK，我这边如果走到前排的话，不够。那我还是先隐藏利刃。好，
只有普通的戳刺。当然无所谓了，虽然打不中，招架一下还是可以的。奥数长矛12点伤害，他要打谁啊？看不见打谁，这不妙吧。打死一个，然后翻三防御吧，本回合他也防御。OK， 就怕小混混了。先不用管，我甚至可以先召唤骑射，这回合先把这个宝箱给拿了，我觉得应该没问题。留张破碎闪电增伤。哎，是一排吗？不是一列吗？不是路径吗？还是那张牌是只一列打一排之类的。总而言之，获得暴击，然后确实厉害，确实厉害，毕竟是攒了两回合的。希望不是还有 bug 啊。当然了，现在难度这么高，如果真的用 bug， 那也不是解释不了嘛，这个戳击就戳不到了。但是我之后可以和法师交换一下，用远程打的话应该能打死，对吧？哎，我这就交换了，因为点敌人能看到牌，点自己人好像看不到。哇，糟糕，哇，少了一点伤害。 No， 不要啊。本回合防御啊，那就没问题了，这是远程攻击，甚至连格挡都不需要。好，我之前呢给法师拿了一张这个全费伤害的，伤害很高啊，对不对？魔法飞弹现在有增伤吧，增伤应该打得死，对。然后移动一下烈焰之握，我觉得行，可以保留法力灼烧，下一回合全弹发射就可以了。他上了一个荆棘，不过上荆棘无妨吧。哦，我没有防御，没有防御的话，反正现在好像还是满血。你是满血吗？现在是满血啊，满血我就不让你打了吧。他还是防御的样子，我可以转送过来，然后移动一下就可以让他到前排了，对吧？对，待会用远程先把这个战利品给弄一下。我就先打昏，怎么样？没问题，慌。好，这样就有的赚了，39点，对吧？两次魔法飞弹的话，两次魔法飞弹的话其实是可以的吧。10点13点伤害没有这个高，那就下回合再见吧。他生成的这个魔法飞弹是不会消失的，所以不错的。再见。对了，忘了给主角吃经验技能书。这个烈焰之柱因为是随机的，我觉得不要了。哦，回血的这个肯定是要的。尤其是我刚发现，原来你其实并没有自带的回血技能嘛。啊？只有这张圣洁之力是？你这样不行吧？啊，这边教室，你看这个 UI 还有点不太对。OK， 卢修斯，是时候让你穿上回血甲了。虽然这个没有任何的强化，不过无妨。来，立即使用，获得点数。精进的话，我现在的好的牌感觉没有能够精进的，要不就弃一张牌。我看看牌组，去一张招架还是去一张
阳功还是可以的，就是耗费。暗影之月不知道精进之后能不能变成零费啊？能够变成零费的话，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位移技能。来，精进，残伤呢？啊，这个也没有增伤，不值得。没错，可以啊，我觉得。虽然潜行状态效果未必通用，但是没问题，可以的。好，不过精进了之后就缺少了加技能点了，对吧？我的体力和智力看起来还是要再提升一点，不然的话减一就太伤了。那我干脆先把地图上的打了，不急，我把小敌人都打了吧，怎么样？走。哦，迟缓是减费的，非常恶心。好，慢慢打，当然升级还是要看一眼的。丢弃一张技能，还是加点血新天赋吧，之后以及再过一会儿就能出新的格子了。被动还是可以的，三点致盲是有格挡的时候才起效果。前排目标我觉得要毒刃。好，冰火，方阵，他的方阵好像是二乘二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寒霜应该是文本有问题吧，还会让我方的这个牌增加消费，但是因为敌人不用消费的，所以这里显示的就不一样。这个我记得英文版里面也是不对的。灼烧之地对一排造成七点伤害，这个是可以了吧？而且你看这边好像文本里面有这个变量不对，可能是因为大小写还是怎么样的缘故。被动获得引导的时候随机一张烈焰之握，消耗变为零点。这个好像还行吧。不，我要火墙，它是稀有牌，虽然是三费啊，我觉得还是开新天赋比较好。规避啊，每个敌人获得三点，不是吧？不应该是你路径上每个没有一个敌人你获得三点荆棘吗？移除两个简易，这个不好吧。握柄的伤害还是有赚的，我决定还是要这个了，肯定是翻译出问题。我们可以看一看它的英文版，对吧？如果英文也是一样的话，那这张牌就是最废的牌了。没错，你的路径上没有一个敌人获得三点荆棘啊。我去汇报一下，之后还有一两场普通怪吧，打完再回来。好的，进入仓库二层。这个事件会影响到这里吧，对不对？这个我估计还是能普通打一下。以及我之前发现一件事情，这个戳刺呢说是不可变，不受属性加成、状态增益或者减益，但是呢装备上的这个似乎是吃的，所以啊，如果还有加攻击伤害的话就全都给他吧，对不对？因为他的这个攻击次数多嘛，虽然这个有法术伤害，是不是优先给他呢？等一下，我现在在对话中，对吧？获得四份补给吗？不用啊。十二，哦，是负面。打一架没事，增加经验值。哇，是个精英啊，是个精英。八伤，这边呢这个还好。六伤，这都打我后排怎么行啊？好，有潜行，有观察，这个六伤应该更好。哎呀，是不是亏了？算了，无所谓，杀一个是一个。这个精英我们就慢慢打。好，留一张遁入阴影，如果到时候有谨慎前移的话还可以那个，对吧？那么这边的话先普通强力击，然后招架一下。上面这个反正也打不中，我现在有格挡的情况下是不是斩他比较好？不，
就打上面，没问题。保留一张，我把选项里面行动点警告给开了。这边可以新抽牌了，对吧？先思想分裂，召唤骑射，我觉得可以。快速屏障一下，把魔法飞弹召唤骑射留到之后。哦，不对，远程不吃荆棘的，远程并不吃荆棘，没事。好，待会儿让他回个血就行。八六六，那先打下面这两个吧，对不对？没问题的。哎，这次伤害不够高，不过毕竟是四伤了，可以完成。好，好像是有一个杀怪增加那个的，就是抽牌的。对，不错，弹伤暂时没用，不在前排，不用管。哦，我力量展现一下，然后这个吧。好，无视。这里交换一下，其实刚刚火焰墙也行。哦，烈焰之握是近战牌。对，对，是有这么回事。火墙留着吧，虽然火墙的伤害不高，但是效果是好的。有谨慎接近了，但是我现在还是打不中啊。这两张牌都是只能在自己的牌位来进行的，要有那张潜入阴影，就是地图上到处都有才行。他这回合防御对吧？防御的话，好，那我就先不换位。换位的话，他们输出不了了。坚守阵地一下。我可以走这儿，这样他的四级攻击就可以触发，对吧？虽然应该走上盘的，不过无妨。可以啊，没问题。最好呢是由这个卢修斯来击杀，因为他现在经验值是最低的，毕竟登场晚嘛，对不对？星级三对吧？18点，希望能抽出张防御，没有防御，好吧。好，中毒了，反正一刀砍死了，没问题。死亡不触发荆棘，可以。最后一击加成才这么点啊！战争之刃持续打击，哦，伤血回血，哦，这张牌本身太菜了。好的，这个修正成什么了？加四先机对吧？应该打得过吧？但是保险起见，还是每次都跑回去回个血比较好。但是我们这次就无妨了。哎，他已经八级了吗？哇，完了，这货很烦的。他有四级攻击，两个四级攻击的这个，我想想啊，应该打得过。很好，自己招架一下。不过这边已经不打他了，对吧？保留一张愈合，我现在人人都有一个愈合，啊不，人人都有一张保留，所以是可以的。快速屏障一下，他这边肯定是会有那个，所以我先遁入阴影。他这个都能打到，不开心。魔法飞弹留在手里。好，幸亏是他的伺机，不是他攻击，对吧？有残伤了，我可以谨慎接近一下，然后残伤一个。虽然他有荆棘，但是无问题。这个后续的伤害就交给队友去就行了。
你看，因为有毒性锋刃，确实不会消失的。所以呢，哎，它的中毒就比较高了。好，用一下愈合，规避一下，还可以再力量展现，再斩击，33伤，够强。这边他是要打他，对吧？先思想分裂一下。啊，糟糕，有流血。有流血的话，不管。好，主要是这种精英怪啊，高难度下的精英怪，而且敌方所有的扣血都是行动完成之后再扣的，这就很恶心。有流血的情况下先杀了吧。哎，杀不死，那我可要抽牌才行了。可恶，打不到他，我自己血量要空了，怎么办？打他的话会被荆棘杀死，所以我回合结束。糟糕，不妙，不妙啊！忘了回血，灭，可以，没问题。有司机，我走过来魔法飞弹一下，不，直接魔法飞弹。走这儿也一样，可以的。再见。好，卢修兹升级，加固获得3点护甲，对吧？护甲是减伤的。哦，而且护甲是多层的，这个蛮厉害的。可是当然，我们先回去回个血，先升级再回血。来，升个什么呢？技能精进，还是新天赋？啊？感觉一般哎，宿命上限嘛，感觉他很多这个不管是天赋还是牌都觉得菜菜的，没有那种想让你拿出来的感觉。哦，这要完成之后才行的，我要回去回血了。好的，买了几个血瓶之后呢，这个药草有气牌，这个防护增加，对吧？这些先不用管，其他人也装备。哎，你居然可以装备啊！不过你这个小混混来张防御牌，我觉得没必要吧。总而言之，这个神龛，我现在感觉已经这么难了，这个 boss 战精英怪如果再强化的话，不行吧？哎，如果很快就死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结束这个系列了？不。我还是挺想打下去的，不过它的剧情呢，不因为你的角色而有太大的改变。哎，等等，你是谁？散。哦。哦。没问题吗？它的攻击是7点，对吧？攻击2次。那就不是7伤，是14伤。你骗谁呢你？糟糕，不妙。我走两格的话是可行的，也可以规避一下，规避一下之后自己再招架，虽然伤血会比较多，但是我觉得有机会。好，接下来就看能不能把他单杀了，能单杀的话是最好，因为他的远程不吃这个伤害。我来看看啊，23点，对吧？23点估计做不到。哎，做得到。再见。好，可以，有的赚。之后用破碎闪电比较好。有灼烧哦，好烦。啥？啊？什么情况啊？
看看他增伤的对吧，增伤好翻，打他的话会有荆棘，当然还是先杀小怪比较好。有暗影之月，我下回合拿暗影之月还是走到前排，没关系，走前排就走前排，我走照不没有愈合，力量展示被这个了。他这招不位移的，就是说他能打三排的，伤害又高，我走到这里来招架两次依旧很难吧，但是他毕竟有回血，我觉得可靠。哎，什么？刚刚那张牌也有燃烧吗？我都没看到。总而言之，回点血，好，力量展现先丢掉。对，没错，打前排了。为什么他远程能打到啊？他荆棘应该没这么多啊，两点呢，是刚刚灼，没有灼烧啊，好艰难。好，遁入阴影，谨慎接近，对吧？先遁入阴影。好的，可行的，远程没问题。哎，为什么远程还有这个啊？这个就不开心。我如果戳他的话，我会不会直接被这个一二三四五六，我直接死了？没有，没有，没事。好的，荆棘是一次性的 ，OK。他中了很高的毒，可以。他要打谁？但是他要打他，这就有点尴尬。我要移到这里来进行招架了，因为其他人吃不动这伤啊。刚那张牌有灼伤吗？感觉要凉啊！刚刚应该用那个的吧，他的血量还太多了。弃牌要不要回张血？希望这回合不会死，不死的话就还有机会。有灼烧，有残伤了，会伤血，但是我觉得能行，先隐藏利刃一下。没有，他要打我的话我就凉了。哦，对了，这个可以。坚守阵地。天哪，回的血也这么菜。继续一伤。主角，我们身上的钱是够的，但是不能用遁入印，遁入印还是会让他被打。我们待会儿可能后撤一步，用那个潜行攻击。没有电击，糟糕。哦了，有潜行了。你看我现在打的话41点，对吧？我如果走到这里来，就49点。好的。他的血量已经风中残烛，等等，他打谁啊？没事，没事，没有防御牌，
有机会，但是之前留的是火墙。没事，有火，有那个四级攻击，说不定能赢。再见。哎呦，太不容易了，好险！中甲可以回血的中甲，而且每回合有三点荆棘，这个给他，然后把现在的这一个给主角中甲恢复两个行动点。哦，这个给主角吧，对，有一双鞋，前移获得这个。急行随意移动并且获得防护，这都还不错。我觉得这个鞋可以给他，因为我们之前卢修斯其实我自己弄了一个，有一个零费位移的，给他一费位移也不错啊。但是他的防御盘应该够多了，我是这么想。好，荆棘你在这儿，这个就不要了，对吧？回血药水再来一个，回血药水有数量上限啊，很难的，很难办啊。我觉得你这边的话，果然还是到时候买那个加行动点数的比较好，因为我其实把他的那张寒霜环给删掉了，是不是该加血了？还是立场来一张？催化闪耀，哦，好吧，这个就需要引导了之后才能起到作用。直接获得护甲，这个是本回合不动，对吧？但是后续两回合之内加费，我觉得以他来说，说不定还行。主要是我把那张寒霜去掉之后，引导的效果就不强了。新天赋。不是长者啦，是古代文本啦，对不对？哎，聪明的时候可以获得生命值九折，我九折吧，我九折吧。好了，我们赶紧回去休息一下，任务算是完成了，对吧？对，任务完成应该又有奖励，全身主角就好。声望好，温妮是法师对吧？就是附魔的那个神社，去看看神社如何吧。哦，居然是个大任务哎！好的，铁匠这边的话，出售一点，分解一点吧。等等，手套是什么啊？手套还是魔法飞弹对吧？这个愈合我暂时留着，剑带我感觉也用不上了。大盾啊，这个不动防御，获得24防御，然后两次无法移动，两次速度先手下降，24点格挡，这个其实挺好的。塔盾对吧？火力压制。这是弓箭的，这边稀有度不高。羊皮盾每五个回合抽一个，没必要。来，我来这边买药，你看买光了，30块钱啊。好，这个插孔还没做好，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实力是比较弱小的。法术伤害加一体力，我把这个买了的话，就可以把这人的伤害，对吧？之前不是说要把他的这个攻击伤害给他吗？我看行，别管亏不亏的，先机不需要购买。好好，神社大任务，
看看啊，祈祷获得宿命值，这边不是使用了，就是附近的节点会永久获得恩赐和祸根，有的好有的坏，对吧？我不能离开吗？毁了，没问题的，我们已经选择了如此高的高难度啊。小队侧有岩柱，有岩柱不是挺好吗？啊，再来几个风柱头柱之类。好，这个是什么？灵巧，有个僵尸哦，有钱僵尸，可以啊，选一个，反正我现在钱应该多，选个招架吧，必定成功。不对，我宿命值这么多，攒着攒着攒着。好，获得了66个金币，哪个改了呢？似乎变差了，不妙吧？有土匪，哎，有稀有武器，哦，我觉得说不定能行啊。但是这个是精英怪，对吧？啊，四波十个敌人，这是普通的，等级只有2。哎，我先把这个轻松的打，好久没有打过两级的敌人了。一定很轻松的，他的这个遭遇等级呢，好像是离本圈越远就越高，似乎是这样。他要打石头，好吧？你喜欢就好。哎，有岩柱打不了，是这个意思吗？这也太……这样的。但是不好意思，现在的主角可是很强的啊，两个戒指在手。好，我有荆棘了，他这回合打不到我，所以才这样。但是我走上来一格的话，他还不打我，好吧，还不打我，我就很难受了。留张愈合就好。火墙，火墙好啊。直接烧死，对吧？对，你看他不加那个格挡，所以我觉得没问题。其实先后手有一点不好，因为他的这个闪电增伤的技能啊，总是要在最后才用。他这个只打第一排的，所以我走一格没问题，走两格都没问题，他不会打我，对吧？好，但是我还是打不中他，那我观察一下好了。好，不知道走在这个格子能不能打他，应该是行的吧，可是我没牌。OK， 至少没有 bug， 对吧？至少没有 bug， 这回合就能结束，所以不用管。斩，卢修斯升级，斩杀，还早。精英击杀后生命值加3，冰雪碎片，寒霜对敌人来说效果不佳，还是魔法飞弹好。好的，神社任务完成了，我们回来看一下。多波次的敌人，说真的，这个游戏打的时间长了之后，尤其是难度高了之后，我觉得还是蛮有那种就是啊，你需要细细思考，然后打很一场战斗打很长时间的这种样子的。但是做视频呢，确实会有一种啊，如果连着十几分钟甚至20分钟才能打完一场架的话，又没有什么剧情推进的话，就还这应该是一个更适合自己玩的游戏。嗯，确实如此。好，大规模爆炸，对吧？ OK， 我们来看看是怎么样的。主线任务是哪儿？是这个吗？
OK， 两个强力随从不要，这边能够得到大量东西，对吧？我觉得应该打这里，四波十个敌人，致命遭遇，独特武器，这是更高端的吧？独特物品。既然我们现在升级点数比较多，获得的经验比较多，我觉得应该就先打比较弱的敌人，然后等到等级碾压的时候再尽可能的去打这种精英怪。先来看看城墙，对吧？你都看见那个巫妖了，烈犀领主有大量敌人吧。我们是信艾琳还是信队长呢？艾琳可是我们的好伙伴啊。前行攻势就是两面夹击，对吧？是不是声东击西就会牺牲啊？速战速决能行吗？好，只有几个随从，括号其实有二十多个。这个，哎，不对，增援四，要先把他的随从打光才行。好，先抽牌比较好。这回合打这个，有行动点数，我没有戳击。有戳击的话，这个行动点数多是最好的。我要遁入阴影一下。没有，可恶，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有一个行动次数七八次，就有35-40点伤害的牌了，对不对？好的，我有多的强力击，可以额外造成伤害。这回合没有防御，不过无妨，因为他基本上有机会把他弄死。来，对，不要给他出手的机会，可以。好，用火枪来吧。哦，这个阵型446，我可以上去给他一个残伤。其实我刚刚是不是用两张戳刺造成的伤害会更高啊？没关系，伤一点血可以的。有一位，那我就站到前排来规避一下。普通招架，这个四级攻击就不用了，把这个打死就行。我来想想啊，好像打不死，那没关系，伤点血吧。召唤骑射的话，只能打死这一个怪。对，召唤骑射吧。火焰之墙12点伤害，仍然会吃到他的伤害，不值得。我们能省则省，对吧？好，火墙。哦，18点荆棘。亡灵法师还没来，不慌。往前走一格吗？还是要怎么样？直接单杀了，可以。走一格，不是为了做其他事情，只是为了增加伤害。我把有攻击力的杀掉吧，优先，对不对？然后我可以后退一格，让他可以触发伺机。哦，不对啊，这个是范围伤啊，有的，有触发的，不错，可以啊，没事。好，98血，
寒霜、荆棘，问题不大，没问题，没问题。有牌是飞刀，要不要先触发他的这个？20点伤害，正好打死，可以。好的，我撤了，哈哈哈哈，他打不中我了。好的，这非常好，我甚至原地愈合一下就行。他只能格挡的话，对我来说绝对是好事。我留一张握柄打击，下一回合再来看。甚至他有可能，他的牌组是怎么回事啊？他只有一张近战牌，可悲啊，对不对？思想分裂，魔法飞弹，好的。没想到你才是最菜的，他只能格挡之后下一回合往前走了吧。哎，哦，可恶，这可是金色牌啊。可是没关系，因为我有一个潜行攻击。好的，可惜的是没有抽机。上前一格，强力一击，跟进一下，再。